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朝早到會展做檢測，形容過程簡單快捷，取樣嘅時候冇造成唔舒服，又呼籲市民積極參與普及檢測。控制疫情除咗依賴政府同埋醫護人員嘅佢哋不斷嘅努力，亦需要咧我哋市民咧守望相助咁，共同參與疫情嘅。 鬥爭嘅呢個係為自己着想，為屋企人着想，為朋友着想，為自己嘅同事着想。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積極參與社會嘅檢測嘅計劃，咁樣先至符合。 港人嘅利益嘅，本以為董太都會一齊嚟，而家今日就遲啲驗啦，定係點？<笑>我咧83歲，董太又係83歲，嗰啲時間咧通常有陣時會有調整嘅，嚟唔嚟，遲啲嚟，早啲嚟，或者唔嚟。 佢身體幾好？傳聞話你身體唔係咁好，你不如講下你而家近期。我身體好好。